第三式题，若小方将10块改为1公斤重的铁球，且由同一处自由落下，则铁球落地大约需10几秒，不考虑任何阻力。我们前面提到了，所谓的自由落体就是加速度为9.8公尺每秒每秒，所以同样自由落下就有相同的加速度，而我从同一个高度落下。 我的加速度相同，我的高度相同，那么我落下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相同。所以2公斤的10块，如果落地需要4秒钟，1公斤的铁球落地也要4秒钟。所以第34次提问说，铁球落地大约需10几秒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4。